实际上这是在保护樊星彩的身份，他是我大哥的人。其实我只爱到雨夜。这么复杂的关系，没办法，谁叫我们兄弟情深呢？你搞什么呀？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他不会拉你回去成亲，关键是，关键我安全了呀。那你哥怎么办？他又没听见，随便说两句咋了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哎，怎么不知恩图报呢？嘿，怎么样？够机智吧？幸好我反应快。哎，你这腿！我是你嫂子吗？长兄为父，那我也算是你半个娘了。打你两下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？啊！哎呦，是不是啊？你腿好了你。抓住那两个山民，明天一定会抓住。不是要切断滇缅公路吗？这两天竟忙着跟那两个人周旋了。等抓到那两个家伙之后，可以继续暗杀。不用了，黑田军都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什么了？跟我来吧。靠这个，我们就能冲进晚丁情报站，抓住玉兰亭。
在乎这个干嘛？那我进去看看。小兔崽子，没事吧？你可把我吓死了。老马，你肚子没事了？我没事，没事了。我娘说，这几天你都在门口守着。是，我闲着没事儿，我闲着也是闲着。小宝和马王爷关系怎么这么好？回头再说吧。天海。我有件事情想告诉你。什么？我是共产党。饿了吧？嗯。来。好好好。甜不甜？甜。慢点吃，慢点吃。哎，老马，你不是天天吃米糖吗？你这几天守在门口，这包米糖还没吃完啊？我没吃啊。为啥？我忘了吃了。你都想啥了？这么重要，连米糖都忘了吃。也没啥。手伸过来。一人一半。甜。甜。那你来云南是做卧底的。我的任务是协助国民党守住云南，守住这条滇缅公路。我们是同胞，是统一战线的战友。一直没有对你说我的身份，那是因为拘留。我知道，共产党一直想和国民党合作抗日，军统却在暗中提防自己的同胞。你不说身份是对的，要不然不知道局里会干出什么事情来。对不起，我不该瞒你这么久。你还是我老婆吗？当然了，你想赖都不行。那就好，管你什么党，是我老婆就好。永远不变。这次偷运军需的事情让我明白，国民党已经烂到根了。或许能救国的是你们，是我。是所有中国人。是啊，所有中国人。这个人把他带到黑天金的房间。是的。他怎么了？哦，黑天金拿他做个小小的试验，我们很快就会把玉兰亭
抓到你的面前。等一下，我还是觉得你们的计划有问题。靠那什么破药就能冲进情报站抓人？那你就拭目以待喽。就算这些药有用，黑田先生他差点杀了我们，这人不可信啊。那我们还能信谁呢？方天海已经获得军统的信任，我们可以调动方天海的力量。方天海，方天海是汉奸。刺杀丽华，然后我会救她，趁此机会混入日本人内部探听虚实。这个丽华应该不会这么容易就相信你吧？换作是别人不行，我没问题。方天海一直是特高科的人，他从没让我失望过，更何况他还救过我。你宁愿相信一个中国人？你不也曾经想把我卖给军统，而且和军统战长有来往，这些我都不会忘记。方天海是军统的人，那你又是哪儿的人？你的目的又是什么？这个问题有意思，特别有意思。我为帝国空军轰炸提供精确的目标，为了切断滇缅公路，特地把黑田军调来云南，为了查清英军在缅甸的布防，以身犯险，在轰炸中幸存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？你是想挑拨我和佐藤的关系是不是啊？啊？你觉得我好骗吗？哎，不！啊！我认识一个盗墓的朋友，他在找一个很重要的玉像，这玉像就在佐藤手里。佐藤没跟你说过吗？你混到日本人里面，这不会有危险吗？你们杀日本人难道不危险吗？那好吧，我假装自杀，你来救人。什么时候动手？越快越好。现在就走。你不能去，你的伤才处理过。这些天一直是我们两个在杀日本人，突然变成你一个，他们会怀疑。那也要等到你的伤好了再说。你自己跟上。这脾气太倔了。
我去劝他。没用的，这家伙不听劝。算了，反正是演戏，又不是真动手。走吧。你相信我，这个玉箱一定价值连城，所以说佐藤才三番五次的坑你，把你坑走，他好独吞这个玉箱。一块玉箱值得他这么做吗？不值不值，值吗？说实话，不值不值。我想想啊，我想想啊，说。快！找玉箱的是个盗墓的，所以说这个玉箱和一个古墓有关。佐藤要独吞一笔大宝藏，所以说他和军统在陷害你，然后他好安心夺宝。一定是这样的，一定是这样的。这样好像有点道理。不过，你还是得死。我是方天海的手下。方天海。对，方天海的手下，我是方天海的手下。方天海跟我说，方天说那个，说只有大日本帝国才是中国的救星。他说他效忠大日本帝国，我也效忠大日本帝国，我们是自己人呐。就是方天海派我来的，派我来提醒你佐藤的威胁。天海呀，方天海，借你的名头用用，不然老子就死这儿了。于长官，你们要把小宝送回新加坡？我和方天海的关系不能被日本人知道，小宝留在云南将会非常危险。那为什么跟我说呀？我们不想让军方的人知道小宝的事，因为以前方清树一直想回南洋，本来想让他带小宝回去的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这条路上发生的一切已经触动了他，所以他愿意留下来，而且小宝指明希望你送他。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的话，我们可以想办法再找人。是小宝跟你说的，我去没问题的。你送到新加坡就可以回来，不过我要提醒你，老马，盗墓这种事既缺德又违法，我不希望将来是我亲手抓到你，你最好还是不要再做盗墓的事情了。我明白，以后呢？我也不会盗墓了。不光是你看不起我，我自己也看不起我自己。我这辈子除了我娘，我就小宝一个亲人，他还小，我不会把他带坏的，相信我。你真的很在意小宝。这都是缘分。哎，于长官，我答应你，我不会盗墓的。可是别忘了，我让你们帮我找的那个玉像，佐藤，他比我还感兴趣呢。那个玉像到底有什么作用？前些年，那时候还没开始打仗的时候，有一支考古队来云南，想找到孟毛王族的墓穴。我当时就偷偷的混进去，听到他们说，那个玉像就是找到古墓的关键。既然这件事这么机密，按理说佐藤不该知道玉箱的秘密才对，可他为什么一直拿着玉箱不放呢？在很多年前，有一支考古队来到云南，我的妻子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妻子？我怎么不知道他的事？他死了，我杀的，亲手杀的。为什么？
侯大卫，我现在要和黑田君去抓玉兰亭，有什么话我们回来再聊吧。你看我跟你说的没错吧，他来玉兰是另有目的，他这种人不值得相信。我一定要走吗？对不起，娘也想跟你一起走，可现在不行。是不是因为我在会让你们有危险呢？对，小宝真聪明。那我去哪儿呢？新加坡，爷爷也在那里，他还不知道有了小宝，这对他来说是个惊喜。那你什么时候也来啊？很快，我们很快就去找你，好不好？嗯，我会煮粥了，等你来了，我煮粥给你喝。黑田带着个武道风走了，是，说是去抓玉兰亭。除了武道风，还带了谁？两个，一共才五个人，一个还是个俘虏。好了，出发。我们的目标是抓捕那两个山民。是是。是大卫，让我跟你一起去吧，我想为你出份力。你敢让我出去，我就让你找不着我。你留在这儿吧，他要是想逃，直接击毙。是。小宝，嗯，过不了多久，日本人就会被我们打跑了。日本人走了之后，我们就不用一直把你藏在外面了，我们就可以一家人永远住在一起，再也不用打仗，也没有任何危险了。打仗不好，我在四川住的家里有好多小朋友没爸爸了，他们都去打仗了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是啊，打仗不好。那为什么还要打仗？因为日本人他们想做侵略者。他们为什么要做侵略者？因为他们想霸占更多的土地，更多的资源。他们很穷吗？要那么多干嘛呀？不是穷，他们是贪婪。马爷，你要走，那挖墓的事怎么办？我们都挖了那么多通道了，眼看就要快挖成了。算了吧，那些都放在那儿吧。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，这是你们该得的。马爷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不会是有新的目标了吧？看到这块牌子了吗？当年我娘为了不让我一生下来就变成一个盗墓贼，从家里逃出去，后来又被抓回去。这是我们的祖师爷亲手给我戴到脖子上的。这是干嘛呀？它既是盗墓家族的传承，是我的身份，同时也是我的枷锁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把它摘下来，盗墓的马王爷
就死了。不是，马爷，你要改行不干了？不干了，我遇到了一个孩子，从今以后。没误事吧？啊，没有，就带这么点东西。就在这一片地带出现，我们跟他们纠缠好几次了。以丽花的性格，应该会亲自做鱼饵。
引你们出现。日本人也有不怕死的。他们残忍凶狠，但是从不怯懦。别小看自己的敌人，那样会很危险。你现在的状况才危险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，我们山寨一直相信感情都是纯洁忠贞的。男人喜欢一个姑娘，那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不再改变。怎么突然聊这个话题？一只孔雀无法同时停落在两颗凤尾竹上，放纵自己的感情，那就是在玩火。谁？你的事情我已经都知道了。我可以和你并肩作战，但你对感情的态度，我并不欣赏。他刚才说的什么意思啊？我可以解释。
按事先说好的，我必须知道他们的下一步计划。你们回到丛林刺杀丽花，然后我会救她，趁此机会混入日本人内部，探听虚实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首先救人的血不能穿帮。玉中尉，你是谁啊？你是玉中尉的妹妹？那玉中尉呢？他让我来这儿等他。玉兰亭的事跟我无关，我警告你啊，不要把我跟他扯到一起。范星彩不是局里的人，在他面前不用伪装。哦，那就好。天天在人面前跟你吵架，真累人。你们两个，人事斗争，你懂的。坐。怎么了？你跑去医院，所有的事都推给我，我都快忙疯了。今天的事太多。对不起，没关系，谁让你是我姐呢？对了，小宝走了。你那么想他，好不容易才见到，结果病刚好就要送走。现在的云南对他来说很危险，你姐夫也这意思，把孩子送到新加坡会安全一些，这样做对我们大家都好。想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你是不是想男人了？什么男人呢？我哪来的男人？等有时间了，让你姐夫给你找个好的。哦，对了，你得帮个忙，给樊星彩在晚丁找一个轻松点的工作。我不怕累，总之要在晚丁。晚丁？晚丁有什么好？他未婚夫在晚丁。不是，不是因为这个。